大家好，我是李栋。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Mr. Bean 这一个传奇人物，我们多多少少应该都有看过他的戏了啦。所以我想哦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时不时会有一支影片，都会像类似像 Mr. Bean 这样子，就是不讲话，一过头就可以很搞你的那样。这一种影片，我这也是想挑战拍拍看的儿子，所以我今天就试看第一部，这一部的影片水文是怎样。我也差一点忘记我这个特长了，我的姑姑叫特长啦。拍什么？来拿相机。拍什么鬼？低调。这是拍不讲话，然后做搞音的事情。是我绑带。绑带才搞音，跟你讲。哦，真的搞音了。喂。哇，终于买到啊！学校外面卖的奶茶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Why your face so serious? Sorry. Hello. 大哥打招呼哎。大哥反应哎。别尴尬，别尴尬。哎 ，Sorry， 等下重播会是给你们看。进人家店 ，I need toilet。前面。嗨。太好吃了，这冰淇淋一块9.99，又便宜又好吃。哇，你以为你有啊？慢等啊！超级长，我的一样长。
有鸡哦，抓得很美的嘛，大师大师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我看那个哑巴鸡是他的。太好吧！哇，很好玩，我就可以生多一倍了。九点九点。觉得我这一部影片我要停一下，因为还没有很熟悉啊那个玩法。讲真的啦，不讲话搞你那真的很难。这影片到这边了，我会尽力努力啊。如果这一部影片 view 好的话呢，如果啦，如果有500个赞，那所以就进。我会继续维持这样的系列，不过这个系列会有主题来跑啊。超播天下 Mr. B， 我们向他致敬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。